大家好，我是小妹儿。想不想看我给你们变个魔术？当当当当！看我家那两只乌鸡，我想了几天都不晓得咋个吃。今天把两只都逮起来，弄红烧，把三娘、幺妈他们都喊起过来聚哈。大家都比较忙，真的是很少在一起吃饭。今天就委屈你们两姊妹了啊！哎，一走，不要跑。终于不用糟蹋我的粮食了。得了，来去打针一下。两个一下哈，给我把菌根儿还有那些啥子都给我留到。要得。去吧。我来泡点木耳。看那两只鸡好瘦吧。还好我聪明，买了一笼回肠。不然害怕不够吃。把肥肠煮一下，再把它切成节节。看嘛，这个就叫直肠，跟男人一样直，是不是？泡生姜，泡海椒。锅儿洗没的嘛？洗干净了。倒块底油，先把鸡肉倒下去。两只鸡就那么点肉。啊、哦。今天晚上预计买12个人。这儿还有肥肠，还有配菜，吃的好多嘛。12个人就吃你几根菜。哎，三娘他们都在路上了。加肥肠，哎呀，这个味道好上头。花椒，来把豆瓣酱倒下去。对吧？肥肠看起来好安逸。嗯，还要炒，整包烧鸡公。你笑啥子？开水。稍小点啊。好。Hello， 姐妹儿。Hello， 姐妹儿。不要了嘞，小亮。不要了。哎、辛苦了。你咋晓得我今天炸丸子头？哎呀，我你一百天有90天都炸丸子头，我一百天可能有99天都炸丸子头。我两个不冲，把它盖在台底了。下土豆儿，笋子，木耳，这些都煮不烂。你现在感觉好吃不？好吃，你是水没烧干还？哎，姐姐请过来，来，妈妈带你看夕阳，你看，好漂亮，我也觉得好漂亮。大家都觉得好看这个夕阳，我每天都能看得到。马上开饭了哈、啊！这个就是越吃越入味，慢慢吃，慢慢煮。你拿两个菜泡了。哎，它煮到后头，它就水就煮干了。煮到后头就没得了。嗯。哦，好。味道好。做了好了哈。还有。你尝一下嘛。嗯，可以。可以了。这个肥肠也泡了嘞。吃着夜饭，看着夕阳，这个就是生活。哇。哎，味道刚刚好，不用加盐了。这好东西。哇！这个菜，中间的菜。哇，这个鸡肉老泡了。